小红书申请注册了红书商标被驳回，商标分类为科学仪器类。凤凰网科技讯11月10日消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小红书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科学仪器类老红书商标流程变更为驳回复审，该商标申请于2021年6月8日，目前状态未驳回复审中。值得一提的是，其通讯服务类老红书商标申请进度已更新至初审公告。